一次机会，我爱你。你说你爱我，哪里都在小瓶跟鸦瓶剩下，我不是说我是因为爱你信任你，我才没去查销的，他们说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还有我爱欺骗我的钱还有感情，你把我的尊严当在土下打，甚至我的死活你都无要讲啊！我知影，从头到尾你拢唔爱爱过我。你即马讲你爱我，对我是真心的，我听起来袂感觉感动，点头就想要吐。高俊生。敢这样，我滚！我今天就回你，我想就回你，你是安怎么样的？你是安怎么骗我？你怎么搞的？你是，我那个钱都要收煞，是安怎恁硬要把伊顶煞突破？硬要讲出真相？我嘛无需要因啦，无唔对，我就是无爱你。因为你想过白吧，我根本就不爱你。你是妄想是不是啊？听讲这种话，你个心眼头输得无人是不是哈？我，你无想要我，我是想选你。我阿公，别个怕，这款人，无代你个手欲太高，嘛无代你姐姐。搁再为伊伤心啊啦！无唔对啦，姐姐，你唔通搁哭，咱等下回来哦，找律师，啊，甲离婚协议书写写的，马上甲伊离婚啦！我不可能离婚啦！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我讲我不可能甲姐姐离婚。你要离婚吗？你要把我查某囝煞无？不可能！刘佳佳，我永远不可能跟你离婚，你永远拢会伫我手掌心。你真正气死我！你给我泡泡牌！等下我去跟上，我就一个一个跟恁讲个死。麦克姐姐，我可以偷去大小张，为着婚事，去把我所有事拢霸占了了去。相公，遐个钱是你的，还是阮爸花的嫁妆？遐个钱是靠我家己能力赚来，我无可能让恁老甲白白摕走。我袂顺利，伊甲你离婚。高俊生，刘佳佳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既然你要给我贴破面，你就爱有才调相受效果。你歹看，但是只为了歹看，歹坏人敢若你哩啊！你无要离婚，安尼好，咱大家看一记，我干嘛甲我所有钱，请上好的律师，甲你告个死，我嘛袂好个宝贝查某囝，搁再受着一点点啊委屈，我即马就甲佳佳带转去后头厝。佳佳，你唔免惊，
有爸爸、甲妈妈、甲哥哥，阮来保护你，绝对袂让高俊生这个笨手，还有黄雪晴那个狐狸精来欺负你啦！高俊生，今日我都把你给我的伤害，还有无良，全部拢还你。从今日开始，咱两个人再无交水无流。佳佳，容易的，重获自由，辛苦啊 ！Yes， 我要终身养那个渣夫，阿哥我会北剑桥的小三 ，fire！ 真正做到啥人诶？那不是有恁两个人来斗三工，干那靠我家己，也无法度行到今仔日。你今仔日哦，真正做甲足好诶，大快人心。啊！甲黄雪晴哦，迄、那个心肝拢都狐狸精，安尼拍甲规个狐狸尾巴拢肿到菜，啊嘛，干那会当较紧闹跑了。一想到迄高俊生甲黄雪晴哦，偷来暗器这么准，你搁信不信？我真正感觉替你刚出更笑。啊，起码所有代志拢压压喘嘛好，安尼以后迄对高男女哦，嘛袂当搁讲白贼啦，嘛袂用个搁甲大家安尼戏人啊。佳佳，想怎啊？你根本是后悔跟高俊生离婚跳画饼啊？不是啦，我来这么艰苦，不是为了那个渣男，是为了我自己。一直到估价，俊生知影我把俊家公司的财产权拢转给我的后头。伊就是生气，伊讲伊绝对袂跟我离婚。迄个时阵我才知影，当初是我是安怎会爱着一个这么啊自私自利的查甫人。较早的我，哪会这么戆？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。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今仔日哦，是高俊生上个悲惨的生日，也唔过算是你刘佳佳重生的日子。从今日也无再搁看任何人的面色，你就是你。嗯，无唔对，为今仔开始哦，好好爱家己。过去你并无唔对，是对方唔知影真相。既然呢哦，咱就把爱全部收倒转来，欢喜加咱家己咯。那是较早的我，我真正很敢想。我既然有勇气，伫咧大家面头前讲出离婚这两字，我总算甲压伫咧我身躯顶的委屈，啊，够无聊，全部拢现形啊！阿爸，我成功啊！你做得真好，真勇敢。
我已经要开始哦，伊就是进化版佳佳2.0。今仔日，我就要跟我爱过的人告别，我就要跟拖我5年的婚姻告别。我真正就感谢有恁两个人相挺。佳佳，无需要搁艰苦啊，以后就是全新的开始。嗯，这个时阵哦，是不是要好好找一个所在庆祝一下，领导宝？嗯嗯，呀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呀。